天庭荣耀的元帅，上帝的儿子，为堕落的人类动了恻隐之心。当他看到将亡世界的灾祸时，心中不禁动了无限的怜惜之情。但上帝因着他的爱，已经拟定了一个使人类得蒙救赎的计划。天国荣耀元帅基督，为堕落世人动了恻隐，救赎方法早预备好，犯错发生宣告救恩，主爱世人，甚至将独一子赐下给众生，进入人类历史之中成为人，渡过患难忧困，平安因他用刑罚换取，得以自恩鞭打身躯，没沾染罪恶，终生负上所有，以拯救心智坚持到生命最后，全地命运重压他心里，紧抱人类未怕疲累，不想再犯错使他心碎，基督无尽献上负重价，美梦凋碎，主爱世人，甚至将独一子赐下给众生，进入人类历史之中成为人，渡过患难忧困，平安因他用刑罚换取，得以自恩鞭打身躯，没沾染罪恶，终生负上所有，以拯救心智坚持到生命最后，全地命运重压他心里，紧抱人类未怕疲累，不想再犯错使他心碎，基督无尽献上负重价，美梦凋碎，全地命运重压他心里，紧抱人类未怕疲累，不想再犯错使他心碎，基督无尽献上负重价，美梦凋碎，天国荣耀元帅基督，为堕落世人成为人，渡过患难。